大声一点。哥哥你好。没不理你耶。对呀、啊。怎么办？那你去他前面好了，他没有看到你的样子。这个玩具。对啊，那是他的玩具啊，你不能拿、啊。他连起来了。对啊，他真的不理你耶。这个、再跟他打一下招呼吧。你跟他 hello hello 一下看看他。Hello。Hello。他是不理你。对啊，他不理你耶。那你跟他鞠躬看看，你好要鞠躬。也不理你啊、哦！有了有了，他理你了，他看到他刚刚看你一眼了，他理你了，有没有开心？他理你了，他看你一眼了，有没有？他玩了。对啊，你就跟他说一声 hello， 他可能就跟你当好朋友了哦。对啊。嗯。我们去看别的动物。好。